这个人很怂，你知道吧？所以我没有忍住，这把挑战失败，再来吧。我觉得我这几把操作有点慌。我总结出来一个技巧，开枪的时候稍微慢一点，忍他个0.5秒。防弹衣他要是可以叠加就好了，身上背个10件防弹衣，哎，这样子打不动了。哇，这个房间不行啊，没什么东西嘛。今天我们的规则是什么你知道吗？今天我们的规则是杀一个人100块，死一次啊，没有死一次，这死一次就没得了，没杀人300块，吃鸡那就不是小事，1000块。但是我刚才看到很多同学说我吃不到鸡，说我这1000块钱只是一个虚谎假设，根本不可能触发。但是我觉得还是有机会的，万一吃鸡呢，对不对？那我们就把吃鸡奖金往上调，好吧？一把吃鸡，就比如说一把没吃到鸡，对吧？第二把，那你的吃鸡就不是1000块了，就是怎么样？就是2000块。第三把就是3000块，第四把就是4000块，第五把就是5000块，第六把就是6000块，对吧？这样累积，如果第十把了，你一把鸡都没吃到，这时候你的奖金累计达到了怎么样？10000块，你说这样好不好？我觉得这样不太好，好像有点疯狂，算了，当我没说。一把500块， okay. 但是我一天都吃不到鸡，那就不能怪我了，哈哈。万一呢，对不对？万一吃到鸡了呢？我这把 UMP9 在手，谢光头呢？哦，这个地方还能捡个这个东西啊，非常好。起飞喽！满配 UMP9 在手，来一队人让我杀一杀好吗？感觉很是孤独，我必须要争空投，不争空投，哎，这里有辆摩托，这个。跟空投去了，看来我觉得高手很寂寞，高手很寂寞，没有人啊。哦，那边一个队在锤，这种我要参与是吧？他们在锤，我来了，偷袭一波，捡路。嘿嘿嘿，都是一个。又进来一个。爆锤，舒服呀！哦，空投，哦，又有空投。怎么说？这个空投，我觉得要拼一波啊！男儿有空投不拼，哎，运气这么好的，舒服的啊。我靠，我老子哇，举一下，哦，冒烟了，冒烟了，哦，车要炸了，车要炸了，没事没事，还能扛一扛。哦，不不不，这车要撞，车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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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哎呀，这波说实话，这个空投慢啊，我醉了！打开一看 ，UMP 球。哎呀，这个空投我醉了，我醉了。这个空投不应该捡，我一身神装了，我不应该捡的。我有 UMP 九，我有 mini。我有那么多药，我有八倍镜，我为什么要捡呢？我都是满配的，我真的一下子脑子没转过来弯。哎呀，空投这个东西真的害人。这把
这个地方肯定不好跳，跳一波，跳一波，拼一把，让你们感受一下我的血性，落地就干，不然你们真的以为我就没有枪法了。人并不多啊，一个，两个，跟我跳一起。哦，这个人先落地，麻烦。这个就麻烦了，怎么办呢？完了。300块，不行，我觉得还是神仙模式来吧。这个没办法，没枪你有什么办法？对不对？没枪就没办法的。下路不好玩，看不见，下路杀的人就比较少，一般高手都不喜欢玩下路天，你知道吧？像我就是，因为总感觉下路天杀的人太少了。来跳一波白楼，劈城。就传这里吧，人多，不要把我火搞上来，火搞上来我就跳一首防空洞，知道吧？不要把我脾气搞上来了，脾气上来就跳防空洞，看谁敢 BB。防空洞小王子不是浪得虚名，一个，耶。你这干什么呀？摆 pose 啊！人家都落地了，你给我来一手 pose，来个枪，这不合适吧？哎呦，这个不合适吧？给我个这个东西啊！我靠，楼上有人，狙击。哦，别追了，兄弟！哦，别追，别追！拜拜了您嘞！谢，哇，感谢金龙皮大米的火箭，谢谢。溜了，溜了，这个不溜就没得了。我去这个地方。啊，我一个人去一首无荒无人烟的地方，好吧？溜得快，溜得快。这个游戏的名字叫跑得快。拿这个钉耙，跑到荒无人烟的地方来，啊，这里就安全了。这里就安全了，好吧？这就没什么问题了。这个地方没人跟我抢。好穷啊！不过没关系，房子多，这里我一个人吃还是 OK 的，一个人够吃。我觉得，哎呀，毒来了，我得杀去了，杀去了，杀去了，检车走了，杀回去。我的车在哪里？我的车在这里。耶，什么情况？哇，好远啊！醉了，醉了，醉了，醉了！这么远，有点小远。还好有车，药也有啊，没事。你们看到了吗？飞过去了！哇，这都行，这要是不飞过去，我掉到坑里面就完了，就出不来了，就死了，被毒死了。哎，开玩笑吧，这个，我靠，这也行啊，大哥。
什么画质看不清楚？哎，我靠，这也行啊！你在搞什么哟？逼我用雷是吧？起！我靠，不想玩了！感谢曹法官的大火箭，谢谢。这怎么搞啊？我靠！怎么还会这种事情？我老司机，哎呦，好烦，烦死了！哎呀，这个血量很危险，没事，吃波药。哎呦，完了！完了完了完了！哎呦，我要被毒死了！算了，这把来不及了，这把毒又跑了，死了死了死了！哎呦，好烦啊！感谢浙大皮皮熊的大火箭，谢谢！溜了溜了溜了，溜了溜了！感觉今天吃鸡很失败，非常失败。